盘点夫妻之间的搞笑对话。老公，有人花1000万要买我，你卖不卖？不卖。为什么呀？你又不值1000万，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。我操，无情！我给咱俩起了个英文名。啥英文名啊？我叫沃德天·威森·莫·拉莫帅。啥玩意儿啊？那我呢？你叫乔尼娜·碧漾。乔尼娜。哎，闹着玩，不带急眼的啊！滚！别冲动，老婆，昨晚我哪儿也没去，我跟我弟在一起了。你妈骗我也跟弟。自从有了宝宝，我们分房睡以后，每次晚上都是我悄悄的去找你，你从来都没主动找过我。一个月，你找我25天，你给过我找你的机会吗？老公啊，哎，媳妇儿，我想你了，没想你呢，你这咋整啊？哎，你也回不来呀，这疫情闹的。媳妇儿啊，我想你都不行不行的，这咋整啊？实在不行，我在外边找一个呗。那你找一个吧，你找个苗条一点的，我找个漂亮点的。媳妇儿，那也贵呀。你别担心花钱，我全家富路的。再说了，你咋花的，我咋给你挣回来就完了呗。行，那我不找了，不找了啊，不找了。那我干活不找了。你干啥呀？你感冒了？鼻涕别到处抹啊！我去沙发睡了啊。赚的钱，手机在桌上，自己拿。有密码、啊？983451。自己转是吧？啊、嗯。有密码、啊？我告诉你了吗？983451。哦。自己转是吧？就转过了吗？有密码、啊？转几回了你啊？干啥？麻烦了，姐，你干啥？啊，干啥呢？哇！啊，我没了个灯。哇塞！好看。哎，老公。嗯。你给我转1.3万。我给你转1.3万干啥呀？你给我转1.3万，我给你转1.4万。啊，行。我给你转过去了。这叫你转我一生，我转你一世。老公，你再给我转13，我给你转14。啊，行。转完了。这叫我们的一生一世。老公，你给我转130。啊，行。转完了，这个是啥呀？这叫花钱买个教训。咋你？兄弟们，铁整上了啊！老公，我嘴干。没带润唇膏吗？哎，没带，我嘴干不都啥意思吗？牛逼了！你他妈！你贱哈，我都不愿意学你，真的。你这个结婚前跟结婚后哈，结婚前天天送媳妇儿，早上5:30都能爬起来送我去上班，晚上挤，然后结婚以后，天天早上媳妇儿在外地时候，你在这一躺，媳妇儿啊。收拾完了叫我，哎，我叫你还能起来一下收拾，赶紧送我。现在的是根本就，你连说睁眼都不睁眼，你都不跟，连句那话都没有，都不说媳妇儿啊，你收拾完叫我，就是费媳妇儿你自己开车去吧，这都是你现在的状态。老婆回来了，我今天太忙就没有去接你。没事。这是你买的葡萄。老婆，你怀疑怀疑了，这是你买的葡萄呀？不，这就是你买的，拿你钱买的。高姐，你炖个太胖，我也要锤你了。你早上不是说要吃葡萄吗？我这是拿你的钱给你办事儿，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也用不了200块呀。滚。我现在要出去吃烧烤，你不让我去，属于非法拘禁我，限制我人身自由了。
还出去给我腿打折，恐吓我。多了不想说，我已经全程录音录像了，我的律师会找你谈话了，必须起诉你。哼，就你这希望的还有律师呢？那肯定的、啊、起诉是吧、哎、不起诉不起诉。律师是吧、啊、没律师没律师。录像是吧、啊、媳妇你一会儿想买啥随便挑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好美啊。多少钱？多少？你可真行啊，那死老大进上商场100块钱随便花，我显着你啊，你还晕倒了，你撞啥呀？我真晕了。那你晕没有买了？看我堵了，我逗你玩呢。嗯，睡着了。哎，你叔叔给你10个亿，让你在荒岛上待一年，然后有5个选择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能待得住吧？那我选。保安、老师、手机、我还有驴，你选哪个？保安是男的。男的。那老师怎么应该是女的吧？也是男的。那我一个人搁荒岛上拿手机也没用啊。选我呗。驴应该是母的吧。你啥意思啊？哎呦我的妈。啊，你宁可选驴也不选我是不是？那选驴你能够得着啊？那你就Thank you.